無税ワンダー警告，本集內容或會令人引起不安，建議日落前收聽，多謝合作。做乜啫？其实鬼系咪一定要讲嘢嘅咧？系一定要咁样讲嘢噶？鬼唔讲嘢嘅咩？鬼系咪冇声？鬼咧系鬼食泥嘅。系啦，鬼食泥即系话咧，你听到好似讲紧嘢，但系又唔知佢讲紧啲乜。加上而家戴口罩，人人都可以鬼食泥，冇错到啦。加上坏坏本身就是鬼食泥，系我哋今集唔系想讲鬼食泥，我哋真系想讲鬼。系啊，继我哋之前嘅鬼片之后啦，鬼片咧上次有一次阿 Y Y 都讲过咧，有啲听众居然见到鬼片唔听啦，好惊嘅咁样。系啊，竟然有唔止一个人同我，哎呀，我睇到你哋讲鬼片，不过我冇揿嚟听，我惊啊吓。咁你大镬呢一集，我哋真系讲鬼故啊！冇错，而家开始出啲嗰啲节目咪以下内容，跟住加啲风铃声，叮叮。以下内容会配合唔知咩，请家长陪同。今集我哋会讲灵异嘢，好啦，呢个题材咧，即系简直系即系终于都到啦。咁嗰啲你系边个啊？吓，你系我哋自我介绍嘅。我是奶奶，我是 YY 老 Sir， 我是阿牛，我是杨怡，我哋唔记得自我介绍 ，sorry。今天我哋咧就未到农历七月啦，有排咧就想讲呢个题材嘅，就是灵异嘢，系啦，呢个题材简直系令人哋振奋啊，系啦。振奋啊！但好有趣嘅，我哋有阵时咧，如果我有啲灵异嘢发生嘅时候，就会同 Y Y 讲啦，好想。咁我会有啲嘢想同你讲，每一次咁样讲嘅时候，佢就会起降，跟住就会话：等下先，系咪嗰啲要喺个大空地十二点正大太阳之下先可以讲嘅嘢嚟嘅？跟住我就话系，咁你唔好讲住啦，我听日先讲。即系好怕喺一个夜晚啦，或者咩嘅时候咧，佢就会话：你唔好讲住。因为咧嗱，其实咧我咧就好中意呢一方面嘅，但你又阻止我讲。咁梗系咁噶啦，即系人哋嘅事就人哋嘅事就唔惊噶嘛，听咯。即系人有人惊，系啦。咁你自己或者关于切身嘅时候，你想讲咩啊？即系又要惊又要听啦。系啦，咁咧我就会建议佢，不如我哋约喺呢个大太阳底下之后，你就话我听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咁样嘅。晒到呕啊！同埋咧，系有阵时候我唔知道你哋冇有啲人咧，佢唔会讲呢样嘢噶。我有啲连讲嗰个字都唔讲得。系啦，你就讲。哎，唔好讲啊，千祈唔好讲啊，嗱，唔好讲个字啊，唔讲。系啦 ，you know。咁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咧系唔会讲呢个字，好似一个禁忌咁样啫。即系佢讲麻咩烦咁咧，佢就要净系麻烦咯。系，即系好似一啲字，我连嗰个字都唔讲得。咁就嗰阵时，我有个朋友都话：，嗰矮啊，咁样矮啊，系啦，嗰个音就算啦。某一个朋友咧，佢系少少都唔讲得噶。即系譬如咧，我一讲一啲愣都的咁多，我唔系讲嗰样嘢噶啦，已经。佢自己已经飞欧咗，佢已经想 cut 你啦。我唔该你唔好讲，即系佢都话：，哎，唔好讲啊！因为咧，佢我试过讲俾佢听咧，佢又好好奇啦。咁讲一啲呢啲灵异嘢嘅时候咧，跟住佢话佢成晚都瞓唔到，因为佢谂起啊。系佢夜晚嘅时候会谂起呢件，谂起我讲，其实唔关佢事噶，同埋嗰件事都唔关我事嘅，即系好似系我哋系一个第三者转述人哋啲嘢咧。佢竟然佢瞓唔到成晚都，然之后佢话：，哎呀，你知嗰日你讲完之后，我成晚都谂起你嗰件事咧，搞到我瞓唔到啊！佢话唔好讲啊，以后都佢直情少少都唔讲得，佢系极度惊慌嘅人嚟嘅。咁我就，但通常极度惊慌嘅人咧，一世都唔会遇到嗰啲嘢。我唔知道，即系佢哋好似好，反而系唔敢讲。佢好惊，佢惊到好紧要嘅，即系我意思系佢系惊黑添嘅。OK， 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啦，咁我即系龙华轩咁，系啦，夜晚做龙华轩唔惊黑嘅，咁啊，咁系盲噶嘛，咁佢就有一种人，即系我认识嘅朋友，佢系属于呢种嘅，就系、是、完全咧惊青突，唔好提及呢个话题，因为佢唔想你头先讲唔到啦，矮咧有啲人讲 quick 噶嘛，系啊 quick 系啦，呢、這个阿嫲嗰啲讲 quick 系嘛，我屋企人系讲 quick 嘅，点解即系唔系 quick 系 quick 啊，佢哋会有一个。
诶，嗰啲 grit 啦，或者污糟嘢咁咯，话有污糟嘢又有啦。系啊，台湾人讲争东西嘅，系有啲人会好兄弟，卡刀烟咯，或者咪后兄弟咁嘅。卡刀烟系话撞。撞到呢啲个电词嚟嘅，系啦。咁就有啲人会叫嗰啲话只噶嘛，只我未听过。潮州有只嘢啊，唔系即系只嘢啊。OK， 嗰度有只嘢啊嘛。但系其实咧，我后屘咧，即系经过咁耐嘅经验嚟讲咧，我觉得咧，其实佢冇咩经验嘅啫，听翻嚟啫嘛。听就我听。Y Y 咧系我哋三个里面最中意听呢味嘢嘅人，而且系最惊嘅人。但佢又要听又要惊，系咁噶啦。然后咧又成日都想讲俾我哋听，但系会想又都系唔讲住。而家我哋搵只大空地喺太阳嗰度讲咁啊。咁其实本身呢个话题我想讲，但我又会有啲诶、哎，都系唔好讲呢啲。系，但系偏偏佢又唔想提出啦。然后我咧就会喺谂 topic 嘅时候，列出一堆 topic， 佢就啊，不如讲呢、這个。因为我好想讲嘅，中意人提出啦。系啦，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咧，我对唔好用一啲唔好礼貌嘅即系形容词咧，其实。如在嘛？唔系，即系我觉得用只啦，后屘我觉得唔系几好。即系如果你描述一，我意思系描述一啲经历嘅时候，用嗰个字去形容，我听落我觉得有啲唔好礼貌。我后屘觉得，即系好似嗰条女，条女都系条女，我会觉得嗰我会用一啲即系唔会只咯，我唔会话嗰只嘢咧咁样过嚟，咁我就会我觉得系用一个都得嘅，或者有个灵体，或者有一个。即系我唔好嗰只嘢咁，我都唔系几好。量词唔好用个只字啊，系咯，我都好奇怪咯，啲人咁样讲嘅时候。我哋今日各自都有故事啊，系咪啊？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对呢样嘢嘅喜好或者嗰个禁忌去到边，因为头先我讲啦，有朋友会觉得。咁冇嘅，首先我哋唔系呢个级数先啦。如果系嘅，我哋已经 ban 咗你，冇可能而家录音。咁我谂我啦，嗱，我就即系好喜爱呢一方面嘅资讯啦。咁啊，牛都有嘅。是啊，我都有，我仅次于你啫，冇你咁热爱。我谂我系一个正常人嘅水平咯，好嘛？即系都可以听下，系应该咁讲，系比正常人略多咯。系，而你系比正常人好多咯。佢系非常好奇呢方面嘅事情。咁应该哇，应该杨怡系 under 我之下的。我想杨怡讲下，因为咧。我觉得我哋两个都会有呢一方面嘅好奇，想去知道或者想去正所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但系咧，我发现杨怡其实对呢样嘢都冇乜理会，唔系佢会觉得吓冇乜兴趣啊，系咪或者会觉得你唔好谂呢啲嘢啦，即系又拉咗去嗰度嘅。你阿杨怡，你觉得你讲下呢一个睇法啦？我相信句说话就咩宁可信其有，系不可信其无，系的确系咁嘅。但系我唔会话乜嘢都。想咗嗰样嘢先，即系譬如发生咗一啲奇怪嘅事，我唔会觉得啊，一定系有嘢啦。嗰个理性嘅角度去解释，科学嘅方向先。金田一，其实我个人就唔系好科学，不过就会即系觉得即系唔会赖落嗰度。系啦，我个人就比较即系比较实事求是啦。即系好简单，如果咧你有一日瞓下喐唔到，你就觉得自己太攰，所以冇错，呢个系科学嘅解释。嗱，呢个咧就标准好好，冇错，因为大部分人咧。都会试过呢个经历啦，而杨怡嘅角度一定系会觉得，真系好，系你嗰下太攰，身体同个脑咧控制分开咗啦，控制唔到啦，所以就喐唔到咯。但系而我呢啲咁有经验睇所有听所有鬼故嘅时候，系啦，但系因为真系冇一个实质嘅例子系可以话，喂，佢就坐喺你隔篱同你讲紧嘢啦，即系譬如问米咁，我都唔信噶。有啲人嘅鬼故系有嘅，系啦系啦，即系话见到个黑影压住自己啊，或者侧边有个人压住啊，或者直头 feel 到有跳动啊，即系咁咯。即系嗱，你杨怡你系觉得你相信有，不过你就唔会觉得好多嘢关佢事。我成日觉得咧，譬如佢系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入面同我哋系一个同一个空间，不过我哋见佢唔到另一个 channel， 系另一个 channel。你嘅磁场可能同佢有时近，有时远。咁当你嘅磁场接近佢哋嘅时候咧，你可能就见到佢哋。我会咁样形容咯，咁啱联想咯。系啦，即系譬如嗰个人都最近都好黑仔噶啦，或者然后咧佢可能好多事都唔好嘅，咁可能佢磁场就咁啱系去咗嗰度啦。呢个我都相信嘅，都系嘅。但系如果咧你好似你哋嘅角度好奇，比较好奇人就会觉得，佢一定系撞咗嘢，所以佢先会咁黑啦，就会调转嚟谂啦。哦，咁我又唔系嘅，我未去到呢个 level。咁你嗱阿牛，你嘅定义系点？即系你对于呢样嘢，你一定信有啦。我信嘅，你会系咩嘅思考模式？即系思考，会有。其实我觉得。大个概念个底妆都系杨怡呢个嘅，系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真系咁啱你同佢嗰个 channel 连上咗，即系啱 channel 嗰阵之间，系啦，由 FM 可能跳咗 AM 啊咁样咧，连咗咧就真系令你遇上咯，系啦，我觉得系咁样嘅，
同埋你问我嗰样嘢，其实我相信佢有，但又好奇怪嘅，即系我以前细个会成日谂咧。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嘅话，喂，咁你咁多命案啊，咁多冤案或者啲俾人杀害啊，或者枉死嘅人，如果真系有嘅话，你第一时间梗系报仇啦。如果你系嗰个人，即系死咗啦，系咪先？同埋屋企人一定会报嗰啲六合彩俾你听啦，或者哇，梗系益下我屋企啦，哇，话睇下噶啦，即系一定好多呢啲嘢。咁我觉得再大啲，我就觉得，诶，其实唔系，可能嗰个世界有嗰个世界规则。亦都可能佢同佢一啲想联络嘅人个 channel 连上，咁就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嗯，系啦。咁当然再大啲睇得更多嘅，就觉得其实我就相信阿倪匡即系韦斯利嗰套咧，系一个残余嘅脑电波咯。系，即系个脑电波，如果佢本身有一个执念好强，个脑电波就好强啊，可以影响可以影响一啲其他人嘅脑电波，影响啲磁场啦。系啦，即系强到可以咧影响你嘅脑电波，就可以控制你啦。即系俗称鬼上身咁啦，你问我系啦。如果以而家嗰啲修真小说，就系佢嘅精神念力控制咗你。系咁，但系可能，但系倪匡即系韦斯利都有讲话，其实咧要咁强脑电波，可能佢首先佢发生咗啲好强即系事件，令到佢有个好强嘅执念啦。又或者佢以前有训练自己嘅念力啊，各样嘢先做到呢个效果啦。普通一般人咧，可能即系讲真，真系死咗嘅话，可能佢个脑电波会残留喺个空间，但可能好快就消散晒咯。就唔能够长存喺我哋而家呢个空间。都系嘅，我都觉得系嘅。我觉得系呢个嘅，因为我都听好多觉得其实咧，即系佢要唔离开呢个地方啦。系啊，即系我讲人过咗身之后咧，咁其实唔系嘣一声冇咗咯。我觉得，因为冇理由你咁存在咗咁耐嘅嘢啦，即系每个人我大概啦八十年啦，系咪？系呢一个空间八十年啦，又发生咗好多嘢啊！即系唔系一个。好普通嘅嘢，有好多记忆啊，有好多嘢做过噶嘛，你个人，你发生咗好多嘢噶嘛，咁嗰、那个嗰一种留喺度嗰种嘢，唔会因为你个躯壳冇电啦，即系好似你个电话，如果冇电，冇再有电嘅时候，里边啲相唔会冇咗噶嘛，其实喺度，咁不过你睇唔翻啫嘛，系咪？即系我咁样理解啊，咁如果佢嗰、那个即系能够，而家就连咗上 iCloud， 系啦，个 iCloud， 如果佢就。有一个学你话斋，可能佢对某一啲事，例如佢系唔系自愿咁死嘅，即系可能俾人杀嘅，咁可能佢嗰个唔想离开呢个世界嗰个念力好强啊嘛，报仇嗰、那个即系系啦，咁可能我会觉得佢系对于世界一种唔舍得咧，我觉得就算唔好话俾人杀死嘅，即系佢好挂住佢唔舍得嘅在世嘅人咧，我觉得佢都会残留咗喺度。但我都会依然都系觉得呢个嘅呢种嘅脑能量啦，呢种嘅电波啦，佢就算几强都好咧，佢都终归系会消散。会嘅，我觉得咧，因为咧，我有听过其他人描述啦，我觉得嗰啲咧，我哋称之为即系鬼啦，即系留喺度睇到佢或者咦有嗰啲咧。佢会慢慢咧越嚟越淡啦，系咁都听到好多故事系啊，即系话佢仲喺度，但可能系啊。如果越留得耐咧，因为你佢系一个点讲啊？佢冇一个思想噶啦，系啊。咁但系我意思佢咧，佢就会留喺度，越嚟越唔知自己点解唔会留喺度添啊！即系吓，点解会喺度都唔知道，其实真系咁多人慢慢就唔知咯。又牵涉好多宗教啊，唔同嘅派啦，系即系唔同嘅宗教嘅人就会觉得对呢一种嘢嘅即系解释又唔一样啦。即系有啲某啲佢就会觉得。唔会存在喺度嘅咁当然啦，我哋三个咧都系冇宗教信仰嘅，系啦喺度冇神论嘅，咁即系我哋讲咧，只系一啲普通嘅普通人啦，普通人对呢样嘢嘅理解同埋听埋嘅，即大家就嚟参考咯，就唔好觉得我哋喺度分析得好仔细，系啦，我哋系无聊地废 up， 系啦。咁头先咧，我想讲咧，即系话杨怡话佢会用理性咧去分析一啲嘢先，即系唔会用一个。灵异嘅角度去谂嗰啲事情嘅，咁但系我想即系我会觉得咧，本身我都会咁谂，然之后但系当你发生咗一啲真实嘅事情，系同自己经历过咧，就会觉得点解人哋会咁描述？但系当时我都会觉得吓系咪啊咁。好啦，我哋而家可能落翻个烟草俾阿娃娃就咚咚咚咚。好系咩故事咧？请可能要啲 echo 呢位听众，到时后期会加 echo， 后期加翻咚咚。话说咧，呢件事系发生喺我大概中学嘅时候，咁咧嗰阵时咧就正值系我咧要差唔多要搬屋嘅时候啦。
咁咧，我本身咧就喺呢個屋企住咗，大概應該都有七八年啦。我而家回想，差唔多啦。咁咧，呢個屋企一路住嘅時候咧，就冇覺得有任何嘅問題嘅，即係冇遇過噶。嗰陣時候我都冇對呢樣嘢冇乜概念嘅，即係冇呢啲咁嘅經歷嘅。八年，即係你應該係咪幼稚園開始住啊？唔係，小學。住到中學咁，系啦，咁跟住嗰陣時就即係嗰間屋咧就冇一個感覺令我覺得佢唔舒服嘅，而亦都冇話古靈精怪啲咩，可能嗰陣時冇去 focus 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唔會諗有冇鬼嘅，唔會諗嘅，完全冇嘅。但係當時你對靈異有興趣未咧？有嘅，但係以前冇咁多資訊嘅，頂籠咪睇嗰啲鬼故書咯。係，但係冇咁多概念嘅對呢樣嘢，即係唔會好似而家概念都係睇電視劇嗰啲廢拉柴或者偶爾聽過，即係冇而家咁多識咁多嘢嘅。即係鬼應該就係小芙蓉啦。係啊，或者開心鬼係咪？係啦。咁好啦，咁嗰陣時就正值係。我哋要搬嚟呢间屋啊，咁就要执嘢啊，嗰啲我记得系，即系比较就嚟开始搬走噶啦。咁有一晚咧，我就瞓觉，咁啊瞓觉咧好得意嘅，因为我屋企咧就系嗰间屋咧就系得一个房噶，而嗰个房好大，大到系我谂应该可以间到两个房，咁我哋系冇间到房嘅，咁就所以全部人咧都系。即系我同我阿妈、老豆、我妹嗰啲四个人咧，都系住喺一间房啦。你当，但系嗰间房好大，有左右两边嘅。咁咧，佢哋系瞓晒喺左边嘅，而得我咧瞓喺右边嗰边嘅。咁中间就会有一条柱，同埋有一个洗衣机咧，将我哋分隔开嘅，好奇怪嘅。嗱，相关嘅图即我哋画翻喺 IG post 嗰度，等大家明白系点样，好难谂。咁咧，咁咧，嗰对房门咧，就其实咧就喺我嘅床头嘅左手边啦，就系打开房门啦。咁然之后咧，我就有一晚啦，因为嗰对房门咧其实系闩唔埋嘅，即系话咧佢咧闩。的时候呢你掩呢佢就会弹开有一条罅嗰啲㗎喎。咁同埋有啲声音，我嗰啲声音嗰啲房门嘅声音又未去到话一声嘅。但係呢佢会有一个你 feel 到部队门打开同闩埋都有一个风啦或者一个声音好少嘅声音令你知道部队门打开。但你成日瞓到你就知有人开啦，总之要。係啦，你会感觉到有一股气呢就会打开同闩埋嘅。咁但系咧，明明咧，我嘅印象中咧，佢应该系每一次我哋瞓嘅时候，我哋都会摔住佢嘅，系一个横摔嚟嘅。咁佢一定唔会弹开嘅。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嗰次就唔系嘅。咁我就唔知有一日咧已经瞓咗好耐噶啦。其实我估可能系两三点啦，即系我嗰时都系仲系翻学，所以应该都系十一点都瞓嗰啲嚟噶啦。咁咧我就瞓咗一轮噶啦，突然间醒咗，即系醒咗嘅意思咧，即系擘大咗只眼，哦，醒一醒。咁有阵时你瞓觉中间都会醒噶啦，系咪？当我醒一醒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大家都瞓晒噶啦，黑晒噶啦，冇人喺出边噶啦。咁咧就 feel 到咧，突然间感觉到咧，对门咧有人开咗，因为我咪话有声噶嘛。你 feel 到个声？系啦 ，feel 到有一下开开嘅声音。咁我就咦，唔知点解听得好清楚噶。咁同埋可能嘢啦都系，咁我 feel 到咧，我最恐怖嘅咧系我突然间 feel 到嗰对门打开咗之后咧，就听到有一啲声音，就系头先我想讲嘅鬼食嚟啦。你系听到有一炸声，我可以形容咧为收音机你未 tune 好嘅时候，有一炸，有啲沙声杂讯系啦。有啲雜訊，嗰啲聲音好似係有人講緊嘢，但係聽唔到個內容。但係當時你有冇試喐下自己喐唔喐到嘅咧？當時冇，真係即係個感覺係係啊，隻眼微微開，醒咗，點解有啲咁嘅聲嘅？咁就我仲要 feel 到咧，嗰啲聲咧係好似由一個門入邊入嚟，行經過條柱，再經過條柱兜嚟我張床。你 feel 下，即系由嗰，总之你觉得好似有个人行，一路讲嘢行过嚟咁样。你 feel 到嗰个声音系有转弯添，系啦，个声音系有一个路径嘅，而嗰啲声音就一路咁样兜兜兜兜过嚟我张床嗰度。系，然之后当时我系面向天瞓嘅啦，即系平躺嘅，咁我就 feel 到咧有一样嘢，我会幻想佢为觉得好似个人，系嗰个人咧就好似我哋真人瞓上嚟我。嘅上边系啦，
咁咧佢就由脚开始瞓嘅，即系好似真系一个人脚开始重咁压上嚟。系啦，你话幻想即系好似你上床嘅时候，你会坐喺度先，坐喺度先会瞓低噶嘛？系，即系你个过程系咁噶嘛？佢完全系我好似一个透明。一个空气佢上床，好似喺张床，而有个人咁样瞓上嚟我嘅上面。但系嗰时你喐唔到噶啦，已经上，有冇上喐啊？定系你完全吓点解咁样已经上咗嚟啦？因为呢个过程而家我描述好似好耐啦，但系其实好短嘅啫。我系喐唔到嘅，我 feel 到好惊嘅时候咧，我系 feel 到佢扎咗上嚟，系完全喐唔到。系咁，然之后咧，嗰个感觉就好惊啦。咩嚟嘅咧？而我想话咧，我系成身都系汗嘅。系，然之后我就喐唔到啦。但系我只眼系睇到嘢，但我唔敢打开噶。我只系眯眯咁样见到一啲即系屋企黑嘅个轮廓啦，系咁啦。咁我就唔敢擘得啊，我就好惊好惊咧。佢话点解会咁嘅？咁呢个过程我唔记得咗几耐啦。然之后咧，我就 feel 到佢又好似人咁起身。就走咗，离开咗，系真系冇扎住我啦，就好似人咁。哦，你瞓醒咪只脚落地，跟住个啱啱个背脊起身，跟住坐翻喺度嘅。系，然之后我又听到嗰啲杂讯嘅声音，由我张床一路离开，去到门口，又喺嗰度走翻，又有听到嗰对门又系好似开一开就出咗去啦。嗯，但系你完全唔知呢个过程大概几耐，全程都系清醒嘅，清醒噶。系呢、這个过程我唔知几耐，我估半个钟啩。咁佢走咗之后，你就点咧？佢走咗之后就好卵惊，喐得翻啦。系，然之后我就成身汗，但我系唔敢起身啦。系啦，然之后我就 feel 到呢张系咪俾鬼砸啊？即系我个心里边突然之间系咪俾鬼砸？跟住我就揾张被咧冚住个头啦，本身已经好热噶啦，但我照冚个头，然之后我就开咗收音机听，塞住只耳，希望有其他外来嘢等你。跟住慢慢不知不觉就瞓着咗啦。咁你之后第二日有冇同屋企人讲呢个鬼故咧？你同边个讲？同我妈讲。咁佢系咩回应？当然我冇形容得咁 detail 啦，当时细个只系话啊妈，知唔知琴晚咁？跟住佢就，诶，你唔好自己吓自己啦，边有吓边有呢啲嘢噶？即系觉得。呢度住咗咁耐，点会有呢啲嘢？同埋啲同小朋友咧讲呢啲时候，啲阿妈就诶，得冇搞乜嘢啊！诶，佢话你唔好自己吓自己，佢成日都系咁讲。佢话冇嘢嘅，可能你发梦，即系去总之玩啲藉口咧嚟推搪啦。咁、啊、而我亦都好模糊，究竟呢样嘢系咪真定假啦？咁、啊、但系我好惊，而家越大你越清楚就系真嘅啦，系咪？咁系啦，因为咧，我当时咧系死啦，今晚都要瞓觉，咁点算我有一种恐惧瞓觉噶。咁啊，好惊嘅，因为你唔知佢会唔会再嚟啊嘛。系啦，今晚会唔会咁咧？咁你就不停咁死啦，话我就揾屋企一啲有可能觉得咩符啊。首先我屋企咧系冇特别拜神嘅，系我只系有冇地主有嘅，即系喺门口嘅。我老豆喺个门度出边系有装一个地主装香，即系喺走廊嚟，其实走廊嘅走廊，以前可以喺走廊装香嘅嗰啲。系咁咯，但系冇嘅，里边冇任何嘢噶，即系我意思屋里边冇任何拜神嘅嘢。有冇信教噶？你屋企冇嘅，冇任何嘅嘅诶，冇任何。咁啊，咁我唯有就喺度抄咧，以前唔知喺。边度有嗰啲佛卡咯，即系嗰啲咧，你食斋出边有得攞嗰啲啊，任拎啊。咁我咪拎嗰啲佛卡，然之后贴咗喺我床嘅头嘅上面嗰埲墙。好有你，系啦，同埋我嘅侧边啦。咩啊？地藏菩萨嗰啲啊？嗰个佛卡我唔记得啦，佛卡好似系个佛像咯，我唔记得咗。如来佛。咁咧，另外就唔知喺边度嘅时候咧，去嗰啲咩咁样送俾你有个咧观音嘅夜光嘅链嘴啦，而嗰个观音咧其实咧睇起上嚟咧有啲鸡嘅，咁咧我都拎埋出嚟挂咗喺个床头度。总之我嘅床头度有几样呢啲嘢咧，令我觉得好似安乐啲。但系你完全冇谂过十字架嘅，冇，系咪啊？始终我哋都系依靠翻观音同埋佛嘅。我嘅唔知点解向即系我嘅方向咧都系唐人，唐人即系佛教嗰边啦，即系。不是耶稣那边的 sorry， 但是总之当时就搬晒所有嘢出嚟，为咗令第二晚能够唔好再遇上呢件事咧，我就做一防佢。系啦，即系你唔知啊，总之尽你嘅办法啦。系，总之揾啲嘢出嚟咁样样擦衫，即系仲要摆喺我个头嘅上面啊，因为我会确保咧佢系。露出嚟嘅系照住我，即系唔系话就咁摆喺唔知边度，唔系摆喺床，唔系摆喺枕头底嗰啲，就成日拎出嚟啊。咁我又唔知啦，因为嗰件事之后咧，我做咗呢样嘢之后，就当然又冇嘢啦，就冇遇到嘅。之后呢间屋度亦都冇嘅咯，我哋就搬走咗，离开呢间屋咧。咁我都唔知究竟嗱，咁嗰阵时我有啲模糊，究竟呢件事咧都有啲质疑嘅自己嘅，究竟系我发梦啊，定系咩？因为半睡半醒间又咁细个嗰阵时系。系啦，即系会有第一次咁啦，同埋咧，我后屘因为咧，都好疑惑啦，冇人可以问啦，
系咁，我除咗我阿妈之外，讲俾佢听啦，咁佢就会讲：，唉，唔好谂埋咁多嘢啦，冇嘢嘅咁啦，剔除佢啦。咁咧，我就揾问诶，同我阿叔讲咗嘅，因为我阿叔咧系拜佛嘅，同埋佢系有少少即系打坐啊，即系有少少研究呢方面嘅。我同佢讲呢件事，我就终于见到佢嘅时候，就话：，哇，你知唔知咧？嗰次我咁样，跟住佢就话：，唔好理由噶。嗰阵时我哋有拜过嘅，即系我哋有拜过呢间屋，即系佢有跟可能拜神咧，就拜搬嚟呢间屋嘅时候，系啦，又拜咗四个个。冇理由会有呢件事噶，吓咁猛咁嗰啲咧，佢就即系佢起码首先佢唔系反对我先啦，因为佢研究嘛，因为佢有呢啲嘅，系啦，佢 ban 佢唔系真系 ban 咗我，话你太攰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就同我分析话点解会有咧，冇理由噶，住咗咁耐都几好噶，咁即系嗰啲咯，咁但系搵唔到答案咯，系啊，真系咁啊，因为你要搬走啦嘛，系搬入嚟。唔知啊，定系佢即系我以前咧会有个想法，就系佢系咪因为咧我哋就系走去 say 个 hi 咁啊？咁 high 咪 high 都唔使瞓上嚟嘅。可能佢角度系咁啦。但之后再之后仲有冇？呢件事人生中人生中系有嘅，但系就冇实得睇到嘅都系。即系冇咁 detail， 冇咁 detail。呢个系最 detail 嘅。另外有一次就系去旅行嘅咯。旅行呢个我听我 YY 讲过。系啊，但系你哋有冇头先我讲话瞓觉个？有嘅，你有试过？我有试过嘅。其实就咁嘅，我咧都喺中学时期咧，我曾经喺新界嗰边住嘅，咁我就自己一间房啦，住喺天台噶，好大噶，跟住我瞓双人床嘅，即系好广、好阔啦，好舒服嘅。系啦，咁啊，虽然夏天就好热咁嘅，但系咧，我就试过咧喺嗰间屋咧，有好多次咧都会有喐唔到呢个感觉嘅。咁你系咪用呢个科学去解释？诶、欸，太攰啦，系啊，唔系当时咪就讲粗口咯，即系啲人就有讲过，如果你用粗口点，我都系啊，系啦，咁你气场恶过佢咧，就弹开佢。但系咧，我又唔系觉得系灵异嘅事情嘅。咁你觉得系咩？因为当时我喺中学嘅时候，我个人可能系偏向唔系好开心嘅，即系嗰个生活负面啲，系啦，负面啲，所以我嗰个磁场可能咁啱比较靠近，我咁样解释嘅。咁你惊唔惊咧？其实我都当时唔识惊，通常你唔觉得你遇到嘅时候你唔识惊嘅咩？你之后好冷静嘅咩？诶，屌佢濑嘢！即系譬如你即刻都唔眯埋眼噶，即系你唔会话即刻擘大眼睇下佢喺边噶，你唔会咁噶嘛？你会将呢件事哦记住，然后慢慢回溯嘅时候你先惊噶嘛？即系我会咁样形容啦。咁但系咧，其实除咗喺嗰间屋咧，我都有喺其他地方试过嘅。我有一次同朋友唱 K 嘅时候咧，我瞓着咗。哦一定系好难唱 K 都瞓得着，系啊，都唱晚歌定系咩？纯音乐练习，纯音乐点唱嘅？你饮醉咗其实冇饮过任何酒精嘅，系圣诞节嚟，真系好攰啊！系啦，咁我咧就瞓着咗啊，咁咧，但系个心入边就好想唱。你谂下，你唱 K 点会唔想唱？即系又要瞓又要唱，咁即系点咧？真系好古怪。系啦，咁我个朋友就话俾我听，我当时系咁鬼食泥。系，即系你嘅杂讯喺你个口度出嚟。系啦，即系你就以为你瞓咗，但系佢就见到你鬼食泥。我其实当时系同佢讲，喂，你快啲叫醒我啊！我想唱 K 啊，我想唱咩歌？你不如快啲叫醒我啦！其实我个讲紧嘅嘢系咁嘅，但系佢哋就听到嘅系鬼食泥。哦，咁会唔会系你嗰啲发下好梦啊？即系嗰只咯，你想你系真系攰一阵，现实同梦中间喺度起身。当时我系唱夜 K 嘅，即系。可能是点几两点几系啦，咁系的确呢个时间、這个地点系有少少觉得啊，好似有啲古怪的。咁收尾点咧？你冇噶呢件事埋单就叫醒佢啦，类似啦，开一个数埋单叫醒我，跟住买个炒面翻屋企食咁咯，就完啦。即系但系你有冇觉得唔舒服先？即系冇觉得嗰度唔系几好啊？即系个感觉啊？冇噶，但系后来咧，我再发现啦，咁我遇到呢啲事情都系好细眉细眼嘅，即系都唔觉得系有关系系咯，唔系真系觉得系有关系嘅。咁、有一次咧，我之前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咧，咁我就搬咗去一间屋嗰度噶，系咁其中一间屋咧。我硬系觉得咧，佢点解咁容易病嘅咧？系，即系你瞓亲嗰张床，嗰、那个人咧都好容易病嘅。咁即系嗰张床有事。轮流瞓噶啲床。因为咁嘅，佢可能有人搬走咗，咁啊两张床又拼翻做一张床，然后即系调嚟调去。咁如果瞓亲嗰张床嘅人咧，
硬系觉得佢嘅被诅咒嘅床褥嗰度系一个大嘅空间，嗰度咧系一个两房两次嘅一个，即系嗰啲 apartment 嚟嘅。咁咧，两间房都有两张床嘅。咁咧就咁啊，后来因为有一间房嘅人就系一对 couple 啦，就换咗嗰张床过去。咁咧原本嗰间房嘅一个女仔，佢成日都病嘅。咁嗰张床换咗去隔篱房之后咧，隔篱房嘅人就病啦，系啦。咁我当时就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奇怪，但我都冇摆喺心上。因为又唔系你瞓，又唔系你病。系啦，冇错，类似系咁啦。但我就觉得啊，好，我已经觉得啊，呢间屋硬系觉得咧怪怪地，唔系好健康咁咯。但系佢咧，佢厅嘅部分同埋个房嘅部分咧系好唔同嘅。房咧就好阴嘅，其实我觉得冇阳光，有窗噶。有，但系厅嗰度咧，嗰啲阳光就好舒服嘅，你就会觉得咧，即系你哋嗰啲十二点可以讲得嘢嗰啲地方嚟噶啦，系、okay、啦。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即系房嘅气场同厅系唔一样，你觉得？系啦。咁后来咧，我就再搬咗一间屋嘅。咁嗰间屋咧，我初头睇嘅时候觉得哇，好好啊，好光猛啊，咁样嘅。但系咧，真系搬咗入去，原来咧系开咗灯先光猛嘅、哦，即系唔开灯就好暗啦。系啦，咁咧其实嗰间屋咧就硬系觉得佢好暗嘅，即系同埋夏天系日头啊，定系点样？即使日头都系暗嘅，然后咧，即使系夏天咧四十度嘅时候咧，间屋都好凉爽嘅，惊唔惊？其实可能系嗰个建筑系，佢就抵啊，咁唔使开冷气嘅。sorry， 咁我初头都觉得好啊，都冬暖夏凉咁，好爽嘅。咁但系咧有一排啦，我可能都系做嘢比较好多好多嘢做啦，个人比较攰噶，即系测哇负面嘅嘢又出现啦，系咪比较？即系个身体比较虚弱啦，又系啦系啦，差啲咁。咁我硬系觉得咧有一个男人啦，我觉得佢系男人嚟嘅，唔知点解，但系其实系黑影嚟嘅，佢坐喺床嗰度，咁个窗帘就吹开，嗰个感觉硬系有个黑影喺嗰度嘅。咁佢有冇骚扰你啊？冇噶。咁我但系我意思系你见到。我好似有一次觉得是见到的，即是你好像一粒样样有，你是怎样觉得见到？你是原来有一次走出厅见到啊，定是你平时都觉得他在这里？有一次呢，我就可能在厅做一些东西，可能看看东西，跟着入房去厕所的时候，是夜晚来的，夜晚来的，是。自从那次我放在心里面，但我就一直没理过啦，唔理嘅我，我唔会话诶，而家少啲嘢，杨怡就比较清醒啲嘅，你问系啦，但系即系我又觉得佢冇骚扰我，我又冇骚扰佢，佢有佢坐，但系你唔系真实见到佢咯，只系感觉有个人，系啦系啦，即系样样见到又唔系真系见到，有阵时好多都系感觉，我就唔知道呢啲系咪真系系见到啦，即系你又冇特登走去好似要发掘佢系咪真啦？照计咧，以迷信嘅角度嚟讲咧，因为我本身个名咧，同埋我嘅出生年月咧，系好多阴。即系唔系咁弱，冇咁多火嘅命嗰啲。睇个八字啦，就话其实咧，我谂系争少少就再阴啲噶啦，个人。即系嗰啲咩三阴人、四阴人，即系你先可能都有啲影响。影响，但系问题系咧，其实我冇真系撞过噶嘛，即系其实系 touch wood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刻摸住张台，我哋三个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应该就。又冇咁迷信嘅咁咯，系啦，我其实有阵时觉得，譬如头先杨怡话佢睇一个命格嗰样嘢啊，名啊音，但系你个性格唔系嘛，咁咪就系呢下断咗咯。我觉得系个人嘅气场都会令到你系咪会即系感应到或者点联想咯，即系你不嬲都系一个阳光嘅人又点咁样，即系或者你体弱多，沙滩晒得多之后就冇咗。或者你有啲人系体弱多病啊，咁即佢就可能真系会即系个人比较虚弱啊，我谂都可能。会关或者我有时觉得是他个人嗰个自己个信念强唔强？哦，系啊，即系譬如你个自信或者佢点样？你个人信念强，即系就入咗嚟噶啦。系啦，即系你挡，即系嗰个气场，喂，你行出嚟个 feel， 你都会都唔敢搞你啦，系咪？你个样乌眉黑碎，乌云自然会跟住你。系啦，即系以牛嘅气场，应该冇人搞佢。唔系啊，好似牛都试过噶。有，即系头先讲关于屋企，即系话喺一个屋企里边发现嘅话。嗱，我即系有阵时都好想。想讲你最惊边度撞鬼，梗系屋企撞啦。啊、如果你喺出边咗，翻屋企咪得咯。大家话你听就喺屋企啊嘛。点解听做乜啫？会笑嘅，不如去听下咯。笑骑骑，开心心，做乜啫？好，而家播一播天气。
家的现时气温是摄氏22度，湿度是 30%。咁提提你啦，呢、這个只是而家的天气，不是你听嗰日的天气嚟噶。调令有，时间有，我就问我老母借咗个蓝牙小喇叭添。虽然听咗几次，都要睇下有咩新嘢听先。OK， 听得，我哋出发。万一听到好笑嘅，切记保持冷静，迅速匿埋一边自己笑。慎防笑死意外生 ，Podcast 内容要留心。剛才听你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当然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讲，这个故事本身他们两个都听过的了，我身边的朋友都听过的了，反而勾起了我另一些小故事，即是在灵异的故事。首先就是这个称之为那个叫什么比鬼砸，我这样讲比鬼砸我都有试过的，但是每一次比鬼砸的时候呢，我冇好似歪歪咁话有个杂讯声，就见到佢，即系 feel 到佢咁样上嚟，定系点样？我谂翻咧，其实我每一次即系类似呢款俾鬼砸嘅时候咧，首先我唔细想系咪每一次都因为好攰而出现一个身体同个脑唔协调嘅情况啦？我冇 feel 到佢嗰啲由脚扎上嚟嗰啲噶，每一次我都觉得扎嘅时候，佢已经扎晒我成个人噶啦，讲真。重击已经是硬了的了，是的。然后呢我小个呢就都会有些这样的，有些怕啦，但是又不会怎样做些什么，就是快点过快点过啦。到大一点呢可能就真的会讲粗口啦。或者练那些嗯咩咩班咩空那些呢。但发觉那些都不够点样老尾来得快。那你个气场嘛。是的。咁同埋我试过，而家想起有一次我试过呢，我去有一次屋企间房咧玩嗰啲吹波波，即系咧依家好似好想买，以前喺士多或者有嘅，或者文具铺咧系有一个，我知你讲咩，好似胶咁嘅吹个波出嚟啲咁样折出嚟。通常嗰个包装咧系有一个好细嘅饮管，好幼咁嘅，粉红色嘅咪系啦，连埋一支细细地嘅，好似牙膏，好似牙膏咁啦，系啦，咁咪折啲胶出嚟，一粒波可以黏下黏下，就黐喺嗰个饮管嘅尾咧，就吹，就会吹咗个波出嚟。唔知嘅朋友咧，自己系九十年代回忆嘅，即系有啲似珍宝珠嗰条棍，但系粉红色嘅，系啦，但系黏下黏下，咁呢个波出嗰个波咧，好快就会。其实我查下，其实我觉得呢个波呢个玩意咧系好好唔知会中毒嘅，即系而家嗰不过嗰个波吹出嚟有臭胶味嘅，系啊，即系总之系唔适合细路玩。总之大家明啦，我哋。可能上呢、這个上呢一集嘅时候，揾翻呢一款嘢个相出翻啦，大家就可能明啲啦吓。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同我嘅屋企人咧，就喺我间房咧，就吹呢个波嚟玩。咁咧，我坐喺床嘅，咁咧我就睇住我咁佢咧，我个屋企人就吹咗个好大嘅波俾我，吹个大个波，因为我好蠢嘅，我唔识吹啲，佢就吹俾我玩咁啦。咁我就揸住个波啦。当时我系坐喺床嘅，我系瞓呢个单人床，我嘅右边系窗嚟嘅。我后面是顶住已经是门口嚟噶啦，我左边一落床就是门口嚟噶啦。系，咁我揸住个波就睇个波，就因为呢啲嗰个波咧系有少少反光，即系你见好似照镜咁噶嗰款波。我其实嗰阵时咧系见到一个男人咧企咗喺后边咧，企咗喺窗帘嗰度噶。系，哇，嗰个位系冇可能企到人嘅。咁当然啦，但系当时我就觉得嗱，当时我应该系小学嘅啫，系啊，都应该我谂有四五年班咁样噶啦。但当时我就唔惊，我仲谂咦，点解有个人企喺度嘅咧？咁你或者拧过去睇下。冇噶，我当时就我哋睇个波，点解会咁嘅咧？但当时我唔觉得惊，我唔觉得要话俾我嘅屋企人听，我有条友企喺嗰度。系唔知点解冇嘅，系咧就觉得咦，点解咁样睇后边窗帘嗰度？点解会企到个人？嗰个其实企唔到人嘅。点解企喺嗰度嘅咧？咁但系好快咧就冇咗啦。之后再睇个波咧，佢已经唔见咗啦，变翻窗帘啊！系，咁我又唔觉得惊噶，就哦会唔会有人咯咁样，我就冇觉得有嘢嘅。咁跟住我发，而家当然我嚟紧讲嗰个就劲过呢一个波嘅男人啦。系，波嘅男人。咁咧呢件事咧，有波嘅男人都几恐怖。系，所有男都有波，睇你肥定瘦，肥仔波，即系硬定软。系，哦，sorry， 翻翻嚟啦。咁咧，嗰个其实呢个鬼故咧，都系发生喺我头先讲嘅嗰个屋企啊。而家都系住喺嗰度，但系嗰个我装修过，所以变晒噶啦啲位已经。就系咧，我系同我嘅屋企人咧系一间房嘅。嗰晚咧系我应该几多年咧？我谂当时我系处于而家咧，如果根据杨怡嘅
讲法咧，就当时系处于个磁场好差嘅时候咯。嗯，因为我失恋啦，跟住咧当时我亦都学业咧系唔好嘅，失学，唔知自己做乜噶，即系读完迷失读完读完 Ivy 之后系唔捻知自己想点嗰啲人，唔系想做嘢，迷茫嘅。跟住我屋企人好似有当时有一个好似系有事嘅，好似系嗰排嚟嘅。总之我成日都流流快快咁啦，你问我系啦。咁嗰晚咧就系、是。我屋企有四个人，掂埋我，咁样得我同埋嗰个有病嘅屋企人喺屋企嘅啫。佢咧就好快就入咗房瞓噶啦。咁我本身喺厅嗰度就喺度睇电视啊，玩手机咁啦。咁我就发觉算咗日玩手机，日房玩啦。咁我就熄晒所有厅嘅灯，即入房。咁咧头先都系嗰张床，就系、是、咧我咧一入间房咧，一房门一打开入去咧，其实我右边已经系我张单人床嚟噶啦，平面嘅啫。系啦，喺个门嘅一打开入去，右边即刻就系我张床，跟住咧床嘅右边咧系其实系我哋个窗都好大嘅，黐住个窗嘅。咁我就咪闩门啦，咁我就挨住个床板就喺度玩手机。本身咧我系开灯嘅，后屘我就去玩手机啫嘛，咁梗系熄灯就瞓喺度玩啦 ，OK， 摊喺度啦，系啦。咁玩玩下咧，我就听到，因为我好近房门噶嘛，我就听到咦，点解出边好似有人行咁嘅咧？因为我屋企咧个地咧系嗰啲砖嚟嘅。如果有人冇着拖鞋咁行咧，系有啲脚板同砖嗰啲咩咩声声音，咁我就谂，咦，点解有人行嘅咧？咁我第一下梗系谂，哦，系嗰个有病嘅屋企人起身啦，病人啦，系病人啦，简称病人啦吓，佢真系有病，系咁我谂，系咪佢起身咧？咁我即刻就望下我个房门罅嘅，即系我一另一耷低头就见到房门罅啦嘛。咦，冇开灯喎，咁但系嗰位病人咧，佢咧就好惊自己扑街嘅。同埋佢间房咧，佢一出嚟咧就会有个灯掣，一拍咧就系厕所灯。系厕所灯一开咧，我个门罅一定见到开个灯嘅。其实冇错，佢一起身一定揿嗰个掣嘅。咁我就谂，咦，冇灯嘅，我谂啊，可能我听错，因为我玩紧手机，唔系专心，我冇理佢啦。跟住过咗一阵咧，我又听到有人喺个厅度行。咁我谂，咦，唔通系我另外啲屋企人翻嚟？但冇理由，因为另外啲屋企人翻嚟玩会开闸啊、开门啊，我哋唔会唔开灯嘅，都系嗰句。系，咁我真系好奇怪，诶，点解都系咁嘅？跟住好啦，我再第三次嘅时候，就觉得屌做乜鸠啊！我就谂紧系咪我个病人咧，唔知起身咧，喺个厅度唔知抄啲乜嗰啲咧，想去闹佢啦，系咪？即系我有啲想你搵乜啦咁啊，因为佢有阵时都会咁嘅。你搵乜啦？即系喂，搵支白花油啊，又唔知睇下自己个袋，哎呀，拎翻嗰啲嘢出嚟先，即系佢会咁样嘅。咁我就一嘢就起身，就打开个房门就行出去。咁我行出去咧，当时咧我行出房门就望左边，因为我个左边咧嗰个其实系一个 sofa， 就对住一个电视嘅。系，咁我打开门行出去啦。首先已经见到厅系冇人啦，一睇就睇到啦，我系睇晒啦个厅度。我拧去左边就见到一个黑影咧坐咗个 sofa 嗰度，对住个电视。如果佢开咗灯嘅话咧，你以为有个人睇电视，系偏偏冇开灯，但我见到一个黑影咁样坐喺度。跟住我大概以 0.01 秒嘅速度即刻向后腾闩翻对门，即系扮冇嘢闩翻到门，扮翻对门，跟住即刻咧就将张被匿入被窦啦，好似 YY 咁啦，冚个头。系啊，系。咁嗰时就好惊啦，即系嗰下先惊嘅。喂，屌咁啦，系唔系咁邪啊？即系未开门嗰时你唔惊嘅？唔惊，我心点行嚟行去，即系佢以为嗰个病人。因为其实去到第二同第三次嘅时候，我都好肯定系有个人喺出边行嚟行去噶。系，我只系谂搵咩咧？嗰个病人究竟即系我屋企人喺搵咩？定系行乜鬼啊？唔开灯啊咁啦，同埋当时我系冇谂过呢样嘢噶嘛，我只系想系啊做乜啦咁啦，好所以嗰个系好惊吓嘅，因为你冇谂过，所以更加惊嘅。百分百清醒噶嘛，系我系完全清醒嘅，并唔系话瞓紧觉醒咗嘅。跟住当时其实咧，而家谂翻当时嘅时间唔系好夜嘅啫，应该点几？十二点几啊？点几咁上下啦？即系未去到咩三四点？即系唔系话三四点噶？但系咧，十二点几咧系指示嚟嘅，即系我冇一个话好夜啊，清晨唔系嗰只，甚至乎我都话我另外两个屋企人，一个去街，一个就系收都未收工，即系未翻，即系未翻嚟咯。咁收尾点咧？我想问你，收尾咧我就继续玩手机啦，就惊嘅。我就问我另一个屋企人，即系同我同房嗰人啊，你去翻嚟未啊？咁样嘅。O K。咁我记得佢系答我，诶，翻紧啦，做咩？
跟住我冇聽翻嚟未啫嘛，咁樣即係我唔敢話俾佢聽嘅。係 ，OK。因為我一來我知佢驚啦，二來你都唔會講，無論佢驚唔驚，時辰就講啦。唔會講，喂，你翻嚟嗱，聽我只鬼啊，咁咯，即係你唔會講噶嘛。咁我就唔敢話俾佢聽，我就誒佢翻嚟就得啦。咁我最多都係忍耐半個鐘至一小時啫，講真。咁我就繼續喺度玩手機，都唔敢咧，唔敢亂用手機同人哋，或者打電話同人講，我驚佢會聽到我打電話。其实佢睇紧你个手机一起喺被斗系咪？系啊，系啊，喺你隔篱啊。咁啊，当然啦。之后咧，我就好似隔咗一段日子先同我个同房嘅屋企人讲啦。系佢话吓你先讲，跟住我话喂，我而家先讲，即系已经好好啦，对你压咗啊，系压压咗噶啦。你有冇再遇到啊？其实我又冇再遇到噶。咁我当然就系学阿杨怡嗰个理论，就系、是、我觉得系当时咧，我所有嘢都好差噶。即系又失恋啦，头先又讲下学，即系成个人屋企又顺啦，同屋企人病啦，即系各样嘢加加埋埋，我觉得嗰下我同佢嘅 channel 就连上咗咯，咁啱。嗯，同、嗯、埋其实嗰次之后，有阵时觉得屋企有人喺度噶，即使我知屋企得我一个喺度，系咩？我会觉得屋企有其他人，但我冇理佢噶。即系 feel 到啊！即系我觉得，例如唔知系一个感觉，朋友，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有啲人系话，如果突然之间。打冷震啊，或者咩，其實係有嘢喺側邊啊嘛。你嘅身體感覺到啊。我有一次咧就試過咧 ，Y Y 講緊一件台灣嘅兇案咧，係淨係嗰個兇案，我打咗好多次冷震。係啦，即係有啲人就你嘅身體比你更加快。咁你又喺屋企度 feel 到？但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咗咁耐，我都冇嘢嘅，都冇嘢嘅，我冇嘢嘅，係啦，係啦。但有時好奇怪咯，突然之間，哇！佢點解有啲毛骨？毛管洞啦，或者系啊，毛管洞。有啲人就其实嗰个系你身体一个 signal 系咪？系，但系你就冇嘢，但系你个身体比你更加快咯。所以我成日觉得 Y Y 讲嗰单案系一个好真实嘅存在。哦，同埋上头先杨怡咪话你澳洲嗰个唔系住咁耐病咁耐噶嘛？我之前咧装修咧就暂住咗某一区嘅一个屋啦，即系租咗佢一排就系为装修啦。我咧好似当时我唔觉噶，但我就嚟搬，即系就嚟搬翻自己屋企嘅时候，就发现咧我住咁耐就病咁耐。嗯，我 keep 住病啦，可能咧嗰个屋嘅磁场都唔系几好影响咗你嘅。不过我冇撞过其他嘢，只不过系啦，或者系嗰个设计啦，即系你个风水啊，即系啦，唔 match 啦，即系可能嗰啲冷气啊、玄关啊，你瞓嘅可能瞓地下啊，湿气重啊，即系各样嘢加加埋埋咯。都系嘅，我谂即系佢可能你未必真系真实见到。一啲惊嘅嘢，但系可能会影响紧你嘅运程啊，系啊，影响紧你嘅身体，你又觉得诶系喎，点解呢排即系病啊？好似头先你话住咁耐，病咁耐啊，或者你奇怪突然间嗰排咧好唔顺利嘅，或者即系工作咧又有问题啊，即系或者系啦，好多嘢夹埋，令到系你会回想翻，会唔会系关于嗰个地方嘅事？我真系都觉得。你住嘅屋咧，其實都好影響你嘅人嘅，即係個屋企係好唔好啊，或者啲嘢係點咧，令到你都係應該會影響。有啲人話你個廁所乾唔乾淨就影響你個財運，濕氣嘛，都係嘅嘢啊。咁你諗下，如果你屋企嘅地方都唔好，咁你點會喺你住嗰度啊嘛？即係係啊，你都唔會順利啦，瞓得唔好，頭先咁你瞓，係啊，你都驚嘅話，咁你點可能啊？但我咁但係收尾之後你就冇再類似嘅經歷咧喺屋企。即系冇再见翻呢个黑影，我都唔知佢。其实咧，我都唔知佢男定女。你问我，系我真系唔知道，唔知道有个影。但系唔知点解我就会觉得我见，即系我感觉到嗰个系男人嚟嘅，系啦。系我谂再之后，你问我比较灵异经历，已经系我应该呢几年有一个亲人走咗啦。咁咁啱咧，佢头七嘅时候咧，我就其实飞咗去。另一个国家旅行嘅，当时仲要喺个雪山嗰度添。其实因为由于同有时差嘅，咁所以其实当时我当然如果系香港，梗系知佢嗰日系头七啦。咁但系因为有时差咧，当时我身处嘅国家应该系比我香港系快一日啦。唔系迟一日嘅，系迟一日嘅，系啦。咁所以后屘我就冇仔细计到，同埋我唔喺屋企嘛，咁我就都系摆心中就算啦。虽然佢走咗啦。咁后屘咧，我记得我嗰晚就系我喺雪山啦，咁啊瞓觉啦，咁咧我就梦见佢咧，我就去咗佢我个亲人嘅屋企，然后佢就喺度对咗笑咁啦。系，咁我就觉得哎呀，其实中间我从来冇发梦见到佢嘅，自从佢走咗之后。咁嗰下就啊，点解佢嚟睇我？就啊，好开心咁啦。当我第二日起身继续我嘅旅行嘅时候咧，
咁同香港嘅屋企人嘅 group chat 嘅时候，佢哋讲先，咦，原来我琴日发梦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佢头七嘅时候咯。即可能咁啱啦，即系啦，咁啱啦，系啦。咁我觉得呢啲嘢信唔信咧？可能你咁啱谂起佢，你咪发梦见到佢咯。咁、你可以当一个梦境啦，亦都可以。咁如果你信嘅话，你觉得可能佢系咪喺梦境度有啲啊话俾你听咁咯？系啦，咁但系其实我之后都有梦见佢嘅，咁但系嗰下系我第一次佢走咗之后，居然喺嗰个时间就见到佢。可能我第一下谂，咦，佢会唔会知我唔喺屋企？所以佢就梦境嚟见我咧。我有听过一个有后续嘅梦境嘅故事，不过就下次再讲啦。点解？因为够钟啦，系嘛？系系关于我屋企人发嘅梦嘅。系咁，我咧就细个有一个阿姨嘅，同佢都好。我细个成日掠住佢哋同佢一齐玩嘅。系咁，佢系我阿妈嘅，即系类似系表妹啦。系啦。咁呢佢我媽呢突然间其实我哋好耐冇联络㗎同嗰个阿姨。但我媽突然间有一日就话梦到佢。然后呢佢就打电话返乡下啦，就问哇嗰个阿姨点啊。嗯。然后嗰啲人就同佢讲佢自杀。嗯。即係嗰个巧妙系好得意嘅。即係咁啱搭上嗰个时间。咁但係呢我阿姨媽打电话返去嘅时候呢就话俾佢听佢自杀，佢嘅自杀係好恐怖㗎。佢点㗎？佢试咗两次自杀嘅，首先。咁第一次呢佢就唔成功啦，俾屋企人就阻止咗啦，就喺医院住咗一排㗎啦其实。咁后来呢佢有一日呢就扮自己冇事啦，已经返屋企住啦。然后佢半夜嘅时候呢屋企人都瞓晒啦。咁嗰度其实係乡下地方嚟㗎，有田㗎。咁原来呢佢就搵咗一个地方呢就挖开啲泥啦。佢饮强水跟住就瞓咗喺个窿度死咗㗎。饮强水咪好残忍囉。係呀，咁佢係冇声㗎，即係佢。即係冇嗌出嚟。係啦。但係冇搵返佢自杀嘅原因係咩呢？係囉，佢情绪病。有病定係。其实我估计啦，咁我阿妈就因为咁样就梦到佢打返佢先知道呢件事喎。咁我就觉得係，因为佢其实细个嘅时候同我哋感情好好㗎。嗯。同埋我哋分析返呢，其实嗰个阿姨呢佢唔係好想结婚嘅。嗯。俾人逼婚呀。佢阿妈比较传统嘅，我姑婆好传统。咁、呢就。即可能成日叫佢相睇啊，逼佢嫁人啊，就令到佢咧可能一直都有一个情绪喺度啊。咁可能今次咧就佢哋嗰个情绪嗰个负面太多，咁已经逼到佢自杀过一次唔成功噶啦嘛。佢就试一个更加冇可能可以阻止到佢嘅方法，要喺半夜三更嗰所有人瞓晒先去做呢件事。系。咁其实系好。哇，好恐怖嘅呢件事。系，又咁啱就系因为你阿妈梦到佢，再打翻就发现到佢发生呢件事。系啊，呢个系真系一个好。咁可能佢都可能有少少联系，我觉得呢啲梦就系。系。即系我觉得梦里边嘅嘢有阵时咧，即系又唔系叫你话真系信，即系话发梦做到嗰样嘢就真系。梦都可以好科幻的。因为有啲人咧又话梦入边嘅嘢其实系相反噶嘛。系啦。即系譬如你见到嗰人系唔。有啲不测，但系其实现实中唔系。又系佢嘅亲人就死咗好耐啦。系，跟住咧佢嘅一个家人就有收到呢个死咗嘅亲人报梦咧，就话佢冇鞋着啊嘛。系，即系话冇鞋着啊咁啊，咁跟住佢就嗱临烧啲鞋俾佢咯。咁有冇系咪真？跟住就冇再出现过啦。哦，咁都好多呢啲故事就系话。咩我好水浸啊，快啲救我啊，原来系佢嗰个去返佢个坟或者佢个骨塔嗰啲原来系湿咗。系㗎，冇错。即系好多呢啲好巧妙嘅，你又解释唔到，但系真系因为咁样发现。我又会觉得如果喺个梦里面有呢啲咁嘅 hints 嘅嘢，即系类似系好似提醒、啊、我觉得呢你就要去解决佢。嗱呢个纯粹系一啲梦话你例如你梦到林峰咁嗰啲就冇指引嘅。做咩望住我啫？咪即系而家我冇啊，打个譬如咁啦，即系意思，即系如果有一啲梦里边有一啲好似指示或者系一啲问题咧，我觉得咧你就要可能留意一下啦。嗯，咁我哋换一集讲梦，系啊，我有好多嘅梦到嘟嘟嘟嘅梦到来系桥，就系咁样。咁我讲埋最后少少啦，就系、是、我有一年翻乡下，我就去拜翻呢个阿姨嘅，即系我觉得都同佢有一个缘分啦，即系。叫做是即是他安息咯，想他。是。因为我不想他怨念很大。咁希望啦、啊、即是我都不知道即是
即系你话呢一种人死咗去咗边啦，系啊，即系呢个真系你人哋讲话你死咗之后约翻出嚟讲啊，边个三毛都约唔到啦。系呢个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出名嘅约会，就系阿古龙啊，古龙同倪匡同三毛，即系三个名作家啦吓，就经常喺度聚会啊，讨论啲灵异嘢咁啦，跟住佢就约定咧，边个死嘅话咧，就用尽方法向其他嗰两个咧系表达有灵魂嘅存在。嗯，咁而家倪康就话，而家死剩我，佢都冇嚟揾过我，我都唔知想点。即系究竟佢哋尽咗力，我唔知啊，定系佢哋已经同我接触唔到，定系点？总之或者倪康嘅八字太强。或者我觉得是其实好像你刚才开头这样讲啦，其实可能呢你呢未必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你变成这个鬼魂之后。我成日觉得他呢被你投出就是因为那七七四十九日呢他要完成他的心愿的，之后就已经跟这个世界消散了，就可以再回来。正常的话是。就是好像你不再出境了，是不是？除非你怨念很强，或者喝了孟婆汤。我觉得那些能够控制到人那些呢，好像就好像即是他偷偷地做的。就是譬如法律上你是不可以打劫的但有些人就是坏人，他就用尽方法做到一样东西。或者是他有这个权利呢，即可能他可以，我觉得反而他不是有权限，他本身是没有权限，而得到权限那些是用一些手法令到自己做到。本身他的力量就比其他老电波强，是啦，本身就可以做到那样东西。因为普通讲真，普通的谋略消散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可能他其实做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来一个约定，我们三个人，如果哪个死先呢，就向对方或向其他两个人去表达自己的存在。点啊？要喺边啊？喺呢个被窦隔篱睇呢个电话好啦。你我知喺个厅度行下先，系啦，喺个厅度跳嗰个，跟住就行出嚟。或者上娃娃张床睇佢瞓觉。唔需要。我约定我哋喺呢个做乜啫 channel 见啦。系喎，我哋下一集会讲梦嘅 ，by the way。拜拜。Yo, what's up?